人间笑过几回。
青城挂脊梁，踏过天山三更就难追，烟火人间笑过几回，床前明月低头思故乡，故人难忘青城挂脊梁，左脚往后面去延伸，收回来。
再一个回来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组动作。好，第二组动作跟着你们的节奏口令再来一遍啊！第二组动作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。回人，好，最后一组动作是我们的肩奏部分，左脚起步往前走，双手掌心朝前，往上推，从下上推，五、两、七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回来也是一样，往后走，三。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结束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三组肩奏。第三组的肩奏非常的简单，只要我们双手从下往上去推，走走四步，好，双手从头这边绕过来，从肩膀以上推开。左一个，右一个，推完了之后，左脚轻点，收回来，右脚前点，收回来，去，走，从后面去打开，往后面打开，对，好，再回来也是一样的动作，是一个往前，一个后，好，我们往后走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推开来，前点，收，前点，收。双手打开，踩胯，踩胯，啊，这个叫踩胯，踩左脚平左胯，踩右脚平右胯，踩踩踩踩，结束，啊，这样呢，总共就是我们的三组动作。好，我们现在跟着妮可的口令，把三组动作重复的跳一遍啊，连起来跳一遍。啊，第一组动作先，五、六、七、走，一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第二组，一个小回门，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。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，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，五六七八，走，肩奏，一二三四五，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，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，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。六七八，最后结束，一个推，好，结束所有我们的动作，很简单，你学会了吗？下一期再见。